来了呀，来，妈妈喂你，别急别急。最近啊，收到很多粉丝私信我说中秋节有没有带豆豆出去玩呀？有没有吃月饼啊？月饼是没得吃的啊，我说豆豆没得吃啊，不是说我啊，因为土拨鼠是不能吃月饼的哦，不能吃人吃的。但是呢，你看到他吃啥了？吃了奶粉。这是给我们家豆豆加的餐，给他加餐了，喝奶，补奶，是不是豆豆？哎，哎呦，来来来来，掉了，过来，过来，吃饱了啊？这么快呀、啊？这么快吃饱了？就像我们人一样，就是过节了，大鱼大肉，但是也少不了我们的豆豆呀，所以给他泡了奶粉，补一下营养。我家豆豆可开心了，今天等了一个月也没吃过奶粉了，今天给它加餐了，可开心了，抱着不放。你看吃的这肚子好大，这肚子豆豆，来来来，没有了没有了。